各位观众好，我们历史明镜节目现在又开始了。这一次啊，是我们的第67期，请的嘉宾呢还是严怀。严怀先生您好。高主播你好。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啊，介绍您是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前官员。但是我想起来啊，这一次节目、啊、其实你讲的这一次节目的内容啊，你的身份已经改了，应该是你还是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对吧？当然您是实际上负责的副所长，没有哪个正所长在您头上指手画脚，我说的对吗？对，当时是北京市组织部的副部长，北京市科技局的局长华书芳兼我们的所长，他其实不管我们的事情。对对对。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这次请您讲的这个话题啊，是1987年的1月30号。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在1987年的元旦前后啊，就被元老们突然袭击，整下去了，被迫辞职。所以这次呢，这个元月30号这一天的话呢，是中国的。在被胡耀邦被元老们整下去之后的第一个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两个副主任薄一波和王震突然召集了7位年轻人在中南海开会。这7位年轻人呢，待会儿请你再介绍一下，你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时候你的身份已经是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了，对吧？那么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接到通知要参加博王这二老的会议的呢？好，大家好，在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了，我跟陈云的长子陈元关系很密切。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一起反对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我们算莫逆之交吧。所以文革以后呢，关系非常密切，是他通过他的父亲陈云办公室推荐我到中央组织部的。1986年，邓小平重新提出了政治改革，这时候我在中组部提议成立科研所，魏仁英部长不置可否，批示说中央组织部只处理中央交办事宜，言外之意中组部中央没管的事情。这时候北京市的副书记金建，原来团干部，我们关系很密切，他知道事情之后，就在北京市的市委书记的，他是副书记嘛，办公会上决定成立研究所，叫我去。这时候在我书里也写了，在我调的过程中啊，中组部也卡我，就不同意我这个提及当所长去，所以北京市退了一步，刚才我说了，让他一个正局长兼所长，让我就以正处的这个身份当副所长。北京市组织部青干部处长陈伟兰，陈云的幼女，陈元的妹妹，也是担任副所长。因此这个所呢有一个正所长，他根本不管事情，两个副所长啊，因为陈伟兰其实协助做了很多工作，我是专职的副所长。在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你现在的位置啊，是不是有点太偏左了？偏左了，对，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能够看得很清楚我们严怀的风采啊？对，刚才您是在比较中间了，怎么越来越偏左？对不起，您接着讲，您是怎么接到通知的呢？现在您还是有点偏左，您自己看，你是不是在正中间？对，好了，现在好了。哦，现在好，现在好了。那行，对，对不起，打断你。因为我跟陈元的关系很密切，我们之间在过年过节经常互访，所以呢，他在春节前就跟我讲，初二中午、上午大家去一下，中午一块吃着饭，下午约几个朋友聊一聊这些情况。就大年初一是，对吧？这都是自己家团的情况。大年初二呢，上午，就今天中午，我到他家了，大家一起吃饭，对吧？这个我跟他们家的5个孩子都很熟了，他
吃饭，他们让我喝酒。天元说了，下午黑个会，别喝酒了，咱们就跟孩子一样待遇了，喝饮料吧，他们都有孩子嘛，就是陈家的第二代、第三代。所以吃完饭之后，就到了陈元的房间，我跟陈伟兰、陈元，我们三个到了房间之后，他说了，这个给我一个名单，说是中国委两位副主任，主任是邓小平了，是吧？他不会出面的，拨一拨王震，啊，想请找几个吧，他说请嘛，几个年轻人，几个干部子弟座谈一下，看看胡耀邦下台之后的形势，好像听听年轻人对这个当前形势和这个有什么看法和建议，说你也挺有想法的，你去去吧。这张纸我一看，这张纸呢，其实就呈报薄一波和王震的这个名单，就参加会议名单有七个人，陈元大家知道了，陈云长子。当时是北京市委常委，兼这个商贸部的部长，刘泽鹏，原来宋永琼的秘书，后来成为青干局的这个副局长，在当时成了青干中央组织部的副秘书长，也算是部级领导了，虽然正局级，但是进入了部领导的行列了。秦晓，他的父亲原来叫秦立生，是红军时期老干部。原来是科学院的副秘书长、高级干部，他是在继这个刘泽鹏之后，成为宋永琼的秘书。在八六年下来之后，到这个荣毅仁老板那个国际，现在石油部过渡一下，或者到这个荣毅仁那个国际投资公司去了。还有王岐山，大家都现在很清楚了，当时他的身份是这个姚依林的女婿。是中国农业这个可以农业研究中心的成立一个新成立一个所，就是农业发展所的所长，当时号称三所一会吧。还有张延忠，是张鼎丞的女儿长女，张鼎丞是中共元老，当过总检察长，当过副委员长，他当时是冶金部的干部司的副司长。他的小名叫九九，在这个干部子弟圈里很出名的了，也很活跃的。还有我，当时就我们七个人。你还说掉了一位吧？你刚才我数了半天就数了六位。对不起，还有薄熙成，薄熙成，薄老的幼子，当时是北京市旅游局的局长。这加上我七个人，其他六个人呢，我都算是朋友。这个程度不同的，但是都关系比较密切。张延忠呢，在过去提的不多，他的弟弟叫张泰山，是我清华的同学，也算哥们儿，所以跟他在文化革命中，由于张泰山的关系，跟他就比较熟了。情况这样，有七个人。这你认为这些人他主要有什么样的代表性呢？我想，这个七个人。是陈元提的名单，主要是跟陈元关系密切一些。这些人里，在最近30年中，在中国政界都比较有名。有张延忠，名气小些，但是关系很密切。叶帅去世之后，叶帅的这个火化的这个骨灰是他带专机陪着一起送到广东去的，所以你看这关系吧。另外，叶显宁。去世之后，他有很多回忆的文章，在这个北京的高干子弟圈里也很活跃的。他41年生的，59年进军工了，文化革命前就毕业了，分了酒泉的这个导弹基地。有一段时间他请假不工作了，带着他弟弟妹妹游学，在全国也是个很是个人物。其他几个人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像王岐山现在是这个常委了，是吧？秦晓呢，过来作为。这个招商局的这个头，并且提出了现代性的问题，并且在传说他跟孔丹在争论的时候，甚至口角很厉害，甚至有说法动于手了，也是在高干子弟中思想比较现代化吧，现代性的一个人物。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这些人的话呢，第一，基本上全是高干子弟。
包括你在内，是吧？就是七位红二代，在第二的话呢，这些人的话呢，都跟中间有好几位，要么是宋任穷的秘书，宋任穷的两位秘书，一个是刘泽鹏，一个是秦晓，他们两位呢都是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同时的话呢，其他人，你比如说像陈元，虽然跟组织系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父亲就管中共的组织啊，长期就是对中共的组织有很大的发言权的。另外像你本人，就是中组部刚刚离开，刚刚告别中组部的青年干部局的，是吧？到北京市担任这个组织人事科研所的所长的副所长啊，还应该说是副所长，但是实际上你管事儿。就是这些人的话呢，他总的来说还是跟组织人事有关系的，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是这样的，你想想，你刚才提到陈元、刘泽鹏、秦晓跟我，都是跟组织部关系很密切的。张延忠呢，是冶金部的干部司的副司长，也是高高的。对，他也是，他也是管组织的。对，跟组织没关系的，一个是薄一成，一个是王岐山，对吧？这是薄一成是薄老的儿子了，对对，王岐山也是姚云的女婿，也是跟上层关系很密切的。姚云和陈云一直在经济工作方面配合很好。后来姚云能够成为常委，我认为跟陈云的推荐首肯很有很大关系的。对对对对，这个会议啊，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呢？这在中顾委的第三办公室啊 ，sorry， 中顾委的第三会议室，小会议室。我们去之后，我看的情况就是他们大概中顾委的主任、副主任加上常委的小会议室。那是在中纪。那这个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在中南海，其实不是中南海啊，是中南海，对，中南海，中海，中海。陈云的在乙区是基本上南海，基本中海和南海是党专办公地方，北海属于北海靠北面的地方呢是国务院办公地方，对对，国务院办公的人都从一般从北门进去，在北海后门那边，党专呢是从南门为人民服务那个西华门和西门和你中组部的地方，它是。基本上中南海的中间是中顾委的第三小会议室，现在开会的。我们就是说，我在陈元家过了一小，吃完饭之后，刘泽鹏也去了。因为刘泽鹏我们也很熟了，马克明也是清华的同学嘛。我们，然后我说，是不是陈伟兰你去吧？我其实啊，在这边我也家里地位也不高，我地位也不高啊。然后陈元说，你挺有想法的。因为我们家不能去两个，陈伟兰说你代表我了，我说我代表不了你，咱俩看法不完全一样，你哥代表你了。一时候陈元、刘泽鹏和我三个人从咱们家中南海的乙区出来之后，向北走，就到了这个小会议室。这时候他们四个人也陆续到了，这样我们就把中间空出来了，我们七个人的按照座位坐了。大概在三点的时候。薄一波和王震有秘书陪同就进来了。你说我算我的日记是三点开会，大概开到六点。我七点呢又回去，我日记查了一下，完了我们回到陈元家聊聊之后，他留我吃晚饭没有吃。我日记的整个活动是三点到七点，但会议是到六点吧。那也开了不短呢，开了三个小时、啊。开了不短。那么这个博王他们开这个会是什么意图呢？他们怎么开始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讲说是这个最近中央的领导在变动，小平同志让我们请几个孩子来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看体型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所以就这么开始的。也就是说会的目的是邓小平、中顾委主任让两位副主任来了解一下这个他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第二代的看法和想法。他们两个人谈到这个胡耀邦下台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人们就说是最近公开的整数据，这个支持了基于向自由化这个下滑的危险，因为当时主要说是互联网主要是自由化倾向，并且当时这个博弈坡因为组织会嘛，还讲其中王震王老起了很大作用，然后王震身体不太好，颤悠说，哎，主要是博弈坡是一坡的功劳，当然还主要是小平掌舵了，今天主要听你们讲了，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他们听你们讲，主要想听你们讲什么呢？是对听对这个胡耀邦下台有什么看法，还是怎么？对，主要就是说讲两方面，一个是听你的形势的看法，一个是建议，就后面说了他们提到对人事的问题写的一些看法。主要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谈对胡耀邦下台的看法。这时候呢，让我说吧，他一般照例是光推让一下的。道理都是陈一万先说，因为咱们前次在讨论中提到开这个中组部开高二级座谈会，是不是发关于干部子弟家乡教育的文件，也是陈一万先说的。就陈一万就是先说了，他当然讲的是从跟中央很一致的看法，并且陈一万对于胡耀邦不太稳重的作风，对干预经济改革的做法历来有点不太满意，这源于1983年的一段公案，的情况是这样。那这个公案是怎么回事？1983年的，那你介绍一下。这样是情况，1983年的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发表了一个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其中提到。一切地区、一切战线、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要把农村的经验、改革经验介绍到城市来，要把承包介绍搞到城市来。当一月份，这个事情呢，2月16号，胡乔木就发表和这个胡耀邦意见看法不一致意见，并且对这个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耀邦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不符，把承包推广到一些部门有很大问题。2月16号，18号呢，政治局和书记处开田议会议，当时陈云就批评吧耀邦的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任务，说耀邦不懂经济。所以在这个趁机会呢，胡乔木就提出应该开中央会议。解决胡耀邦的问题，他还对胡耀邦说：“这次你要下去了，也不要消极，咱们还照样是朋友。”这邓小平呢就没有讲什么，只说事情到此为止，胡的格局不能变。这个事情呢，当时在这个引起一段事情，这个事情后来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在你想在阮明啊、胡继伟啊一些这个。回忆录里提到这个事情了，这个当时呢，这是83年1月2日的事情呢。春节前后跟陈元几次聊天的，他就给我谈这问题了，这点呢，陈元跟他父亲一样，很重视这个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因为陈元之前告诉我，像这个抓四人帮吧，陈元又讲下不为例，这是。先有组织处理，后有政治结论，并且动用这个军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下不为例。他坚持要公审，说这样才能合法的把四方关起来，要不然你只是党内问题就不好关起来了。所以呢，陈元当时也这么看的，认为呢，十二大应该在1982年9月开的，刚闭幕4个月，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要帮做出突破十二大精神的城市改革的决定。当时呢，负责经济的这个赵紫阳总理出国访问，说认为胡呢，这个没有跟赵商量，比较草率。当时陈元已经是北京，在当时83年的时候已经是北京市集中区的副书记了。他说这个胡耀邦讲承包进城，一包就灵，在我们基层搞经济很被动。
个农村效果好，但不一定城市。还举例我们西城区的西单商场，北京最大商场了，你承包给谁？谁能承包得了呢？当时83年我们中组部陈大辉帮讲话的时候说，83年是全面改革之年。当时我很激进了，我很激动啊！我觉得应该的，这个农村改革要拿成绩，城市改革应该搞起来了。事实证明呢，后来城市改革确实是一步一步做，还在85年吧，中央特意中央这个党代表会议上才又通过决议，才搞城市全面改革。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是急了一些，在政治问题上和社会问题上，我跟陈元还有一拼吧，可以讨论辩论。在经济问题上，本来就是短板，他又是经济学的硕士，又在厦门基层工作了一年多，所以呢，当时我就是也没有更多的觉得他说的一定道理。所以在这个会上呢，这次事后也知道，是吧？子阳也给中央的领导写了封信，关于中央的组织人士的这个关系问题，是吧？这个问题事后也知道，也被有些人认为是子阳对老帮不满，然后说没有什么希望是在老同在主把这个总书记、总理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这个关系能够理顺也好一些。这个事情起因也跟肖邦这些讲话有关，所以呢，陈元省的讲话呢就把这个问题稍微提了一些，觉得中央这个决定还是合适的。所以陈元讲话之后呢，这些人就你言我一语的都谈了谈。我当时想了，在这个房间里，我的家庭背景最弱，职位比较低，就开始呢只能听别人说。但陈元呢是不会让我来办听会的，说为打一辅稿。果然呢，陈元没放过我，就说：“杨帆，你说说吧，是吧？”这个众人今天都知道我跟陈家20年的这个，哎，现在能看见我吗？我能看见你，你怎么不停的在动呢？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我这个对不起啊，能看见我吧？能看见你啊，但是你能不能坐好就不要再动了？不是，我不动，它的线，我这个。你这个线是怎么个问题呢？我不充电了，我充电的，它充电它拉它那个线拉走，好了，现在可以了，不动了，不是我动，现在没问题了吧？你先把这个电充好，然后做节目的时候不要再充电了。好了，可以了，好了，快点。好，我们的观众不知道为什么谈这个薄一波和王震的会议的时候，怎么不停的要充电。行，他们好，你接着讲，你接着讲，你当时发表什么看法呢？所以当时他们都知道我跟陈家郑总、陈家的20年渊源，以及跟比较异端的李瑞呢关系很密切，所以都让我讲。当时呢，我就先穿靴戴帽的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是吧？因为这个说实在，我们当时在北京市也，我当时北京市也好啊，当然都表态了，拥护中央决定，因为党员嘛，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嘛。说完之后呢，我就话锋一转，我说我在北京市发现了一些问题，说起来我也耍滑头，反正，在中央的大员面前，你说北京市没关系，你别说中央，我说现在我在北京市发现呢，他们这个批胡耀邦反自由化呀，有点过头，千万别搞成运动，北京市这些人呢，搞运动是轻车熟路，啊，当年批判这个。邓小平的六轻发展方案多大阵势？北京市的83年清中军政府管的时候，北京市委公开贴出告示，不许这个披肩法，就年轻人同吧，头发长了到肩膀的和高跟鞋，鞋太高的不许进北京市委，搞得天怒人怨。我现在有点苗头了，基层搞运动啊，得心应手啊，你稍微不控制，那就搞得扩大化了。现在北京市的公安的干部啊，都有点灰溜溜的了，因为北京市的干部，从这个副书记金建，原来的常委副书记这个贾志旺，上次谈到那个后来西城区海淀区的张福珍，都是团的干部上来的，后来李彦志，当后来是这位团委书记了，也是清华团委书记，都是团的干部，我说这样的话搞得灰溜溜的了，整得过头之后啊。现在纠偏就太被动了，我这主要这么讲，在北京市呢，
不受李希明书记和陈一中市长重视的陈元和这个薄一成，哎，也附和我，反正骂北京市没事嘛，他们俩都是北京市干部。原来段祺玉做市委书记的时候，对这个干部的确是很重视的。到李希明和陈一中呢，确实对这些干部的高案子不太感冒，所以对他们也不太重视。所以后来你看，事实上也是这样，陈元在北京市待不下去了，到了银行。薄熙成干了一届之后，就主动辞职经商去了。所以我说，我的发言主要就是批评北京市，大家也都这样。所以议论了一段这个形势之后，就转到人事问题了。那可能就你关心的这个人事问题。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要先岔断你一下。就在讨论这个人事问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王岐山在会上发表了什么意见呢？实事求是讲呢，我没有太深印象了，因为当时王岐山的情况在这里呢，他属于外戚，本身不是，你所说的外戚就是他自己并不，他的父辈并不是革命干部，而是他是因为他是姚依林的女婿，是吧？就算是驸马吧，对，是不是这意思？所以算是外戚，就是他本身并没有红色血统。另外，他在我们像三所一会啊，在这种会议上呢，当时四君子啊，在莫干山会一样比较活跃，但在当时情况，在这小圈里呢，他显得稍微青涩一些，就是别人说话之后吧，偶尔插几句话，没有给我印象很深的话在里面。就当时他的这个活动圈子，主要还是在那个青年知识分子啊，这一批是知识精英这一方面。但是对于从干部子弟，从这个政治精英，尤其是这个红二代，从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呢，他还不算是核心人物，他是比较边缘的，他是跨着两头的。对，他们四君子吧，他出名的四君子，对吧？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三所一会呢，也是青年经济和青年改革这方面，他当时还没有真正到政治的中心来，他当时就是所谓三所中的农村发展所的所长，在88年才到了这个中农信作为经理，也是局级吧，大约在88年是建行的副行长，还是正局级，所以他真正的政治的起步到了政治的核心是在89年之后，这个87年初的时候。还是你看这里面像薄熙成啊，像刘元忠啊，张元忠啊，这个秦晓这都是局级干部了，像陈元啊，刘德鹏啊，都是部级干部了。所以这里呢，一方面地位不是太高，一方面家庭背景不是很深，然后呢他在这个圈里呢也不是很多，所以上次我提到中组部开这个高级干部尊女会的好像就没有他似的。明白了，那他的发言的话呢，基本上现在你现在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很值得重视的这个振聋发聩的是吧，引人注意的这样的内容。 OK， 那好，那请您接着往下讲啊，就是然后讨论了对胡耀邦下台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之后，那就跟着来的就是胡耀邦下台以后中央的各部委的人士是吧，有哪些意见？因为你们这些人呢，你们七个人也分布在各个地方，当然其中比较主要的虽然是组织部门，但是因为是组织部门，所以对中央的各个部委的领导呢，可能你们也更多的关注，因为你们本来就是搞组织人事的嘛。那么这个是怎么波一波和王震他们两位怎么引导大家评论的呢？这个呢主要就是由薄一波谈这些中央各部委几个主要部委领导的不满，王震呢偶尔插话表示同意，还补充事例，然后被两位老先生批评的每人某个人某个事要撞到某个年轻人的枪口上，这些孩子们就简单化的插上几句表示赞同。这里面首先就是薄一波就拿王兆国开刀，当时王兆国呢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还是书记处书记，已经是
到了步入了中央的领导、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了。现在说就是叫副国级了。薄一波就讲了，这个他的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没有地方的党政工作经验，对吧？原来二期的一个副厂长，或当团长第一书记，然后到了中央办公厅来，他怎么能当好全党大管家呢？应该发下放到地方锻炼锻炼去。然后刘子鹏就跟着讲这个问题了，说当年耀邦啊推荐王兆国当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就被陈云和宋任庭给拦下了，因为他是宋任庭秘书知道的事情了。我当时也听说了，这个王兆国在帮助耀邦的生活会上呢揭发了郭耀邦，是吧？当时之后现在的资料看出来了，郭耀邦对两个人对他揭发不满意，一个王鹤寿，他们这个关系很密切了。还有一个是王兆国揭发了，然后我也听说了，当时大概约好像是听陈元说了，陈云是对王兆国就是一种揭发，你可以揭发，可以从政治批判，比如说在那种生活会上，赵子阳也讲了一些就正常讲，但是像王兆国这么反戈一击的，在党内确实大家都印象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也敲锣边，反正是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了，党政部委是归党政干部局管，但青团中央归青年干部局管。所以我就说，这个王兆国当时是耀邦提倡穿西服，他说咱们不穿西服就不能进团团大门。这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当时我们觉得就拍耀邦吧。结果清屋的时候呢，又嫌这个女士这个西服的裙子太短了。就看着不够稳重，是吧？耀邦就说：“你看着不顺眼，你别看就完了。”耀邦他就给顶回去了嘛。我们了解当时第二书记胡锦涛就比较稳重一些，所以呢，反正我就跟着这边，对吧？这个敲锣边吧，因为我是管团长的，知道这个王兆国有点事儿，就这个我反正这种不关疼痒的话，我就跟着也说了几句。所以这种情况呢。会后，王兆国立刻就从党挂掉人的位置呢，给中央技术书记兼中办主任位置调到福建省当第二把手省长，这样的。他这个好像没有几天，中央下停了。接着呢，这个薄一波就批判朱浩泽了。这个对不起啊，我打断你一下。关于王兆国呢，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当时呢，但也不算最了解。我在他的手下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因为他呢，他比我到团中央的时间呢还要晚一些。他是1983年的，对不起，说错了，1982年的9月份以后，对，12大之后，十二大之后，他调到团中央当这个第一书记。虽然当时没有正式选举，但是党中央就这么任命了，然后呢，后来一段时间呢，因为他呢。是83年的时候，他因为腹膜炎身体不太好，所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呢，他都是在病床上、病房里头来听取这个下面的汇报，然后在病房里面开这个团中央常委会或者团中央书记会来决定。但我对他的印象呢，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人，只不过就是呢，他对中央。没有中央工作的经验，他根本也弄不清中央的各个山头是怎么回事，政治倾向怎么回事，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的敏感性和政治的头脑。但是后来他从这个福建回到中央当这个统战部，说先搞台办吧，先是台办，后来到统战部，然后后来又去管这个工会。我有同学在工会工作。后来就说工会工作的时候的王兆国，那跟团中央的时候的王兆国就很不一样了，对他的反应普遍就比较好。当时在团中央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就是他为上不为实啊，对，就是老爷子说什么，老头子们说什么，他往往就要听，但是老头子意见往往是南辕北辙，很不一样的。他就这个时候就有点这个就乱了方寸吧。但是这个人呢，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坏人。至于说后来啊，他说他的家族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那就后来呢，我就不知道了。说他的儿子怎么着，
这是我当时对他的印象，因为跟你当时你说的那个情况呢也是相吻合的。当时在团中央对于清除精神污染他也是很积极的，后来是遭到了胡耀邦的反驳之后呢，王振国也马上就领会了胡耀邦的这个批评的反驳的这个精神，就也是当时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很重要的社论呢，叫做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实际上就是对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北京市委那种对于这个披肩发，对于这个高跟鞋都不能进门儿，要每个人发个披肩，你进门的话必须把你的披肩发给扎起来。这北京市当时做的很厉害，当时部队里面就更是一塌糊涂，部队里面连那个床铺底下发现的姐姐妹妹的照片都说她有精神污染，说这个战士有精神污染，这简直太滑稽了。当时胡耀邦批评之后，王振国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就从左的方面呢又往回纠正了一下。对不起，我这个打断你这么，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对我这个很不耐烦了，就是你这高华林在那儿老发，你请杨怀多说一点。对，还是你比我清楚，你别了解，确实你说很 对，王兆国政治历练不够，上来怎么办呢？就紧跟吧，说要帮说穿西服，就往右边跟，突然军事部门就往左边跟，对，让胡耀邦下台了，那咱们你也书记是书记，你得批判吧。你就骗不到别很多东西，那就揭发点你们私下的话吧，这样反而更重。对，你咱们说说，当时陈毅批判这个苏毅的时候，披大帽子不批具体事儿，啊，完了就说你有野心。其实三次让苏毅三次让这个司令政委不当啊，但是呢，戴个大帽子其实不伤感情。最后苏毕和陈毅的儿女还是儿女亲家，他政治点不够，他呢。是吧？太紧跟，所以这事情啊，稍微差一些了。对。下面呢，薄一波就开狠批这个朱厚哲了。当时朱厚哲确实是耀邦从贵州调上来的，当时还是右派，就是当了宣传部长了。当朱厚哲这个他，薄一波我经常骗就说什么中宣部长啊，什么宽松、宽厚、宽容啊，完全是自然级自由化三宽。哇，这个咱们很算三宽，咱们当初经历了都熟练的。对，这个地方，我再补充您一下，就是当时呢，这个在调来之前，朱厚泽他是贵州省委书记，啊，然后调到中央中宣部当部长，他提出了三宽这么一个在中国管理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宽容、宽厚、宽松，是吧？这个对这一条的话呢，像。我知道当时在他提出来的时候，党内有一些元老，像薄一波啊、王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元老都是很不满意。对不起，请您再接着讲。我是补充介绍一下有关的背景。对，对。可是当时呢，这个耀邦，比如说邓小平的整个也比较这个改革开放一些，然后邓、胡、赵这个体制下面，所以那些老同志不满意呢，也没什么办法。可是现在胡耀邦下台了，可有机会了，所以就是直接就批了这个朱厚哲就是自由化的急先锋，就是没办法，宣传部就是什么事打在前面嘛，嗯，一定要拿下来啊，意识形态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嗯，就是王震就讲了，王震讲的话我这印象很深，王震说我1953年进北京的时候，半年呢还没认清各机关的门，没搞清各部门的人儿，没弄明白各部门管的事儿，是吧？当时王震我印象中新疆调来的，当时那地方干部到中央之后，确实是说半年都没摸清这些事情呢。我小心谨慎的啊，这个了解情况。朱厚泽来中央3天就敢到处指手画脚啊，指责批判啊，就是仗着耀邦给他撑腰，应该立刻把他拿下来。所以没过2天。最后就变成了农业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啊，中宣部的部长，就是那知道了，对吧？就是要是不下来，再一开会，立刻就是政治局员呢，书记处书记，嗯，立刻就变成一个副部级干部了，并且是农村发展中心就是一个闲职了，在那儿了，嗯，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
中宣部长的问题谈到这儿了。下面就谈这个最重要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了，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是不是我谈这个中组部的事情吗？好啊，请讲啊，请讲啊。好，对，组织部是怎么谈的呢？组织部长这个谈时间长一些了，播一播就讲这个中组部长魏建行好像没什么问题，也没有多大本事，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还行吗？问大家怎么看？我们七个人中，前面讲了四个人与中组部的关系密切，是吧？陈儿的父亲陈云一直很关心中组部，一直在管着党务的问题，是吧？刘泽鹏和秦晓是稳重厚重的这个忠厚稳重的这个老中组部长宋任穷的前后两人秘书，所以他们三个人表态，就容易让人认为是首长的看法了，所以他们都说，严怀在魏建行手下工作很长时间，对中组部的中下层的干部的意见很了解，就让我谈了。当时就他们三位都很滑头啊，都不肯，不是这样，不肯表态。陈云一说话，那就好像是陈云的意见了。陈云的意见，那两位，对，那两位宋部长的秘书，尽管现在不是秘书了，但是还以我跟宋国芳、宋任穷的秘书。宋伟群的长子宋国芳关系很好，过年过节经常去，我去的时候他们两位也经常去，这惯例嘛，这个老秘书了过年过节到老首长家里拜拜年啊，去看看很长，所以他们俩一表态也容易给人感觉是宋部长，当然宋伟群还政治局委员、书记书记、党领导、党挂领导人呢，所以他们都让我说，我只好勉为其难就谈了，我就说是确实这个魏建行部长工作很勤奋，但是他确实是历任中组部长资历最浅的，最没有深厚的人事背景的，咱都知道从中央组织部过去历史上是六部之首啊，吏部、礼部、工部、刑部、兵部啊，天官第一部，从中央看来陈云、彭真啊、胡耀邦这都当过中组部部长的，后来的你说这个宋平啊，再后来90年以后这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很多中央组织部长过来的，而魏建行当时是我印象中哈尔滨的市委书记，然后在总工会待了谁嘛，后来是真是中组部部长中资历最浅最没有人事背景了，所以呢他的工作也没什么草药性的突出政绩，但是呢也不独出心裁的另搞一套，就这样，就是比较客观评价，负面评价中组部也说的魏建行是魏建的行，他是无为而治无为而观，所以我就这么咱们客观评价一下，其他人呢基本也同意我的看法，然后王震的意思就是说魏建行确实比较弱一些，平调一下换一个强的，你们看谁最合适，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当时是耀邦下来之后最重要的三个部门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的人都要换一换了，这三个人情况不一样，宣传部是左火德，大家第一眼非常老干部对他非常不满的，是自由化的西先锋，这个王兆国嘛确实能力不够管党中央的大管家，差点到魏建行呢确实没有什么劣迹，但是弱一些了，所以意思还要换一换看谁行，当时这个心直口快毫无城府的张延忠开口来了，说李东野挺好的，李东野就是原来这个冶金部的部长，说这么大重大的问题啊，除了他之外没人敢先说的，众人都一刻就他说完之后大家都不好说话了，陈元不客气，说九九，当时我刚才讲了，张延忠的小名叫九九，我们圈里大家都没人叫他，我认得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谁叫张延忠，他是九九，这个九九张延忠啊，他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啊？比我大，他是1941年生的，哦，41年生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已经46岁了，对，他是已经。他是这个冶金部的，您刚才说冶金部的干部司的司长嘛？
所以他的副司长啊，就是他的资格也比较老，年纪比你也是你们的老大姐了，是吧？延安出来老大姐。这里面除了他之后，我跟千源都是四五年的，我们都是六四年进大学的，他是五九年进大学的。六四年我们进大学的时候，他哈军工就已经毕业了。他上跟年初吧，上学早一些。但是呢，那他就是他一开口，他一开口就是推荐了自己的当时的冶金部的部长。是前任的，我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戚全进嘛，是当时的好像冶金部长戚全进了，他前任的就是李东冶。这个我想你可能记错了，别看你是搞组织人事干部，当然我们可以回头再查啊。我记得是李东冶是1985年到1988年，那对，那你对了，可能在你这次会议说了这次会议之后他才卸任的。那可能就是那。对了吧？可能那正好就是这个九九，就是这个张延忠的顶头上司，是吧？所以他说，这个对我印象不太深了。你查了你的就是对了。对，陈元就不客气了，你就认识你们冶金部的部长嘛。这时候呢，我这刘作鹏又第一次郑重发言了。他说呢，我给这个宋任穷部长当秘书时呢，接触宋平比较多一些。他挺合适的，因为这个刚开始冷场之后呢，这个九九的说话说完之后呢，陈元这个就给拦住了，这时候必须有人说话了，然后刘东说了，说完之后我一看陈元在笑，我心里想肯定是他们事先交换意见，并且是陈云的意见啊，陈元会前呢想留交代过了，所以薄一波就直接问了陈元，你看呢，是吧？这一提了陈元就是按照一贯的他说话是慢条斯理的娓娓道来，说宋平做过这个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懂政治啊，当过省委书记，原来是甘肃的省委书记，是吧？就是他发现了这个胡锦涛的嘛。有领导地方的经验，现在还是纪委主任，又懂经济，是吧？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呢一个懂经济的人当组织部长的话呢，哎，挺好的。别他我印象还是这个副总理级的国务委员任中鲁部长呢表示中央呢更重视组织工作，然后调走低级的魏建行呢也顺理成章的，是吧？魏建行没什么大错误，没什么问题嘛，这样组织工作重要，来个副总理级的人当这个组织部长，这样把你调走也好一些。所以当时我的感觉就是确实这个陈元说话是滴水不漏啊，这个其他人呢也都说都附和着说，哎，宋平是合适人选。所以会后不久呢，卞建清调任了这个监察部的部长，还是平级，但是重要性就差多了嘛。让宋平呢就当了这个组织部的部长，然后十三大就进了政治局，是吧？六四以后。就进了常委，这个监察部，魏建行到了监察部当部长，那是国务院的监察，国务院的监察部就已经，但是他是不是还兼中央组织部的？因为通常监察部，他那次就没有兼是吧？没兼，后来，中组部的部长、副部长兼过监察部和人事部的，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副部长叫何勇，何勇，我没查，我印象中是王兆国的老乡似的，给调在，但好像是当时地质部的，好像是地质部政治部主任们调中组部当副部长，这个何勇也和魏建行一起调到监察部，他任监察部的副部长，就是这两位吧，从党中央的最重要的部门调到。国务院的这个监察部了，啊，咱们知道国务院的监察部实际上作用不是很大的，后来和中纪委合署办公，是吧？其实中纪委下属的一个办事机构是情况这样的。当时我认为啊，就刚才情况啊，在冶金部工作的张九九啊，对老部长是都有这个情有独钟吧。后来我知道了，听说了。
因为这个在我的老朋友崔五年的我的83个月中，他在中组部轻案局的83个月中记录了这个情况。他说了，他这个1月30号二月份这个月，他说了，联合会跟我讲，大年初二开这么一个会，有谁参加？具体情况你也可以再问刘德鹏。也就是说，这个会的情况在我之前十年前有人在他的会议录上提这么一句。后来呢，我们聊天中之后才得知啊，当时刘德鹏事先曾让青干局的一个处长向中央写信推荐宋平和李东野作为中组部的部长人选。这个因为当时，所以我就想了，原来这么回事儿，这个不是九九放炮，而李东野呢也是陈云为宋平准备的备胎，假如万一因为各种原因人事的安排或纪委离不开，这样的话呢备胎，这样没想到被九九呢备胎当首发呢给说出去了。情况这个会议情况就是这样。这个李东野当时你们听了之后啊，像你虽然是在青干局工作，但是是不是也有所耳闻，就是他这个李东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干部呢？为什么会被作为宋平的备胎，也就是列入到中央遴选这个中组部接任部长的这个备胎之一呢？这个确实我不太了解，咱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没关系啊，没关系。这个完了之后啊，我想，确实当时因为我还有，假如下次说谈，我当时极致，我们正在为十三大政治改革的干部改革方面在制定方案，就很忙。这个当时工作以后可以谈这个，一方面这个最后我们的制定的改革设想被子阳采纳，全部作为子阳政治报告的第四部分干部制度改革的东西，就我们写的。另外我们还在博西城的旅游局进行试点，去了十几个单位，搞了1万多个数据吧，所以很忙，所以就没有再关心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也可以查一下是不是中野跟陈云在过去的工作有什么交集，有什么关系，可能有些关系。因为当时我没注意，事后回组织部跟他们朋友谈，有时候会之后有处长跟我说了，应该知道当时很多这种李德鹏不出面，让青干局的一个处长给中央写信推荐这两位中组部的部长人选，情况这样。这个会明白了，就刚才你所说的，这个怎么起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最后列入到中共十三大，成为赵紫阳整个那个政治报告的第四部分。这个问题呢非常之重要，我们下一次啊，我们还会来专门来谈。那么现在还是回到这个会啊，关于这次座谈会，又过了30年了，是吧？1987年的元月30号的会，到今天已经2017年了，过了30年。那么30年之后，您回过头来看这次会，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体会啊？这个就是从这里看，现在传的很广了，就是说陈云说还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后代可靠啊。这个话虽然没有直接出处，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现在看出来了，现在红二代、官二代很多已经在党国家很高的位置上了，这些人在89年以后，这些人突飞猛进，是吧？升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了。在当时呢，这些人还没有在国内了，是吧？当时在89年之前，这些人只有个别在这副部级的，没有很高的位置上。但是他们实际上呢，在中央决策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了。当时你也知道，在国内，是叫双方政治，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中心，在赵紫阳的回忆录也讲了，对吧？这个陈云有些看法提出来，想提出来，这邓小平就不开中央会，老不开会，实在没办法，并且邓小平跟赵紫阳又讲了，只有一个婆婆，就是我，是吧？这个在书里有文字资料了。对，实际上呢，在下面一样，北京也有两个中心。一个是邓大公子的残疾人基金会，他们也输送很多干部，
现在有些正国级的是那里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陈元这个中心，他下面有一批人，他到西城区所带去的人，现在也已经到了副国级的，也有一些。对，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在位置上，但是他们已经影响了重要的决策了。嗯，事实上，所以邓小平也好，当时是薄一波和王震也好，他们年龄比较大了，当时都应该是80多岁了，甚至有接近90了。他们还希望这个国家不变颜色，所以对这个第二代的这个希望也比较大，也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想，在这么重要的人事问题上，中央三个最重要的党中央三个最重要部门的领导，中办主任、中宣部长、中组部长，他们的人选在这个范围内去讨论，就说明和现在这个中国政治这个体系的一贯的连贯性，当时就看出些端倪了。嗯，您看呢？好，这个听了你的体会，听了你讲述这段经过，我们也增长了很多见识。据我所知啊，就是您跟陈元的话呢，就是早在1966年年底吧，1967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而且成为很好的朋友。1967年文革期间的话呢，你们已经是这个到处搞调研呢，到处搞串联呢，已经有很多的交往，一直这个友谊延续了好多年。到你刚才谈到的1987年，已经是20年。而跟邓小平这一头呢，你刚才谈到双峰政治啊，这个峰是山峰的峰，双峰政治。就是这邓小平和陈云这两峰吧，双峰嘛，是吧？嗯，而邓小平这头的话呢，后来就在你在讲这次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后不久，你又成了康华公司，就是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他搞的这个康华公司，大康华、小康华，后来成为大康华的时候，你又是大康华下面的一个子公司，一个局级干部，一个公龙生公司，我没记错吧？是叫龙生公司吧？对，龙生公司。升龙公司，那最重要的二级公司，当时中央是升龙还是龙升？龙升是龙年生的，龙年生的，对，1988年是龙年诞生的，对，因为它不是专业公司，但是龙康华总公司的几百人的工资我们开，他们的过年过节的这个发放，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出，其他公司的免税的税收、免税的利润和税收交给残疾人基金会，而我们这公司呢？就直接养总公司的几百人，所以没有专业，叫龙生这样，就是最细的公司吧。啊，当时在89年之后撤销康华总公司和二级公司，撤销二级公司第一名就是中国康华龙生公司，就我那个公司是撤销了二级公司第一名，先把你们撤销了。嗯，对这个。这个关于龙生公司，关于整个大康华这段经过呢，将来我希望也有机会讲。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话题，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中央这个双峰政治，你其实是跨在两个山峰之间，你既跟这个邓小平这个山峰是吧也有联系，又跟陈云这个山峰也有联系。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故事呢，我们今后会有机会再来讲。但这次呢，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我们这次讲的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在中央在考虑这个胡耀邦卸任之后，这个中央的这个中央最重要的几个部门的领导人的这个人事安排的时候，首先是通过了薄一波和王震来征求你们这些红二代的意见，这个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我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对这一条呢有更多的思索。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杨怀先生，谢谢你啊！我们希望今后还有很更多的话题要听你来给我们细说从头。谢谢，也谢谢我们的高主持，谢谢我们的电视观众。好，谢谢大家，谢谢观众。好，那就再见了。好，再见。